帮林湘证实，因为我是证实过的，我们每两个礼拜要证实。你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的助理，你有触诊过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的助理是一个女生。啊，有一次在更衣室，然后他就测试完以后，然后回来就告诉我说是真的，因为女生一碰就知道了嘛。是，对啊，不一定吧？现在做的都很真呢。对，没有水滴型的，对不对？嗯、对的，磨滴啊，现在有个磨滴、啊。以前是什么细胶啦，或是盐水袋啊？没关系，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说了算。对，就是真的，真材实料，是真的啦，是真的。Okay, 那就好了，我们就不要。对啊，但董哥，你直觉呢，林湘。有做吗、哦？我还真在前阵子啊，很有缘分，我们出一次外景。对，我们有出外景。对，叫今晚去哪里嘛，对不对？今晚住谁家？对对对。今晚住谁家？哦、去哪里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要去哪里，一直到了就好了。我沿路都觉得他的应该是不会是假的。对啦，因为 Q 弹嘛，就跟村姑一样，跑在田里还会弹跳的、哦。有有有。